接下来呢，我们欢迎编号28号的施明煌先生为我们演出这首好听的台语歌曲《爱的犹原是你》，我先给咱鼓励一下。我们欢迎我们的施先生。主持人，辛苦的评审老师，各位嘉宾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写出的字，用的是分开千两字，今后的日子有讲有理，感情若是无味，等我的双手还是随你，爱我放你自由。但是你甘知爱的人犹原只有你，虽然这句话我永远不必你讲出嘴，你的坚持嘛有你，对我艰苦这多年，只好放你去好生命，袂搁再白白枉费。但是你甘知爱的人犹真心希望你故乡当回来阮的心底，未来安怎不免问天，只要认真做你自己，世上只有你好我来完全安袂开。谢谢我们，谢谢我们编号28号的演唱。